周进来是曾国成，这个臭不要脸，他每一次都是最后一个。没有，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想你们这个还有个小朋友，你看谁的？还好，我家里有安安。你安安比不了我的小儿子，因为我是第三托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有两个，我三个，没关系，小儿子第三是你。小珍加油！小珍加油！奶哥和地瓜哥重现百战百胜，一搭一唱，酸曾国城迟到不要脸。你要不要唱两句？谢谢大家，真的很开心。这是标准的话题啊。徐乃麟23号帮大儿子徐新阳举办婚礼，席开35桌，除了陈哥姗姗来迟，现场更是众星云集，还包括奶哥40年前的老战友瓜哥。以他的行情出手，350桌绝对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个包的少我都不会请。今天在现场都包得多的，我总共再收几35桌，你看350桌，3到35桌不容易啊。对，真的。两人曾在节目百战百胜搭档主持，如今再度合体，勾起一波回忆杀。其实哪个我们认识快10年，可怕！我跟嘉联结婚今年34年，我第二年做百战百胜33年。哇，对啊，你们当初那是因为拍琼瑶戏，有很多身体上的接触，他完全不是认识。肢体上的接触不是身体上，拍戏其实不对，就是有身体的接触。于是呢，他就加入了百战百胜。对，做完之后活到8年离职，他还继续做那个节目。我要谢谢瓜哥，那时候知识，就是度过人生第一个留学阶段。后来侯怀生他也说他想加入，于是我就离开，他就继续做，一直到现在已经做好了。我休息，他接手。我们公司的总经理，他那时候就打电话说：“奶哥，我跟你讲，瓜哥不做医生了。”你不要抢哦，啊，那你一定要抢，我要来做。我心想，最好不要做，马上就公布，我就来接。所以你办个家庭是我撑起来的。我记得我参加你的都是重大的典礼。对，他50岁大寿办了一场寿宴。我跟大家讲，跟大家报告，我这一辈子我不过生日，我就过了一次50大寿。我来了几桌？真的20几桌。结果来了30-40桌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当天是台风天啊，大家找不到地方吃饭。那一天真的是台风天啊，瓜哥，跟着文英阿姨推着寿桃出啊，我俩历历在目。高凌风帮我跳，嘿，那个我的热情啊，曾国城被我骂了一晚上。不是，他故意寿桃，还没有。寿桃切的，完全这个程序是错误的。他走进来是曾国城，这个臭不要脸，他每一次都是最后一个走。我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反倒反倒，我不在乎。交情不一样，普遍化普遍化。我想你们这个还有个小朋友，你看谁的？还好，我家里有安安。你安安比不了我的小儿子，因为我是第三托啊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有两个，我三个。没关系，小珍拼第三次名。小珍加油！小珍加油！看这组合相爱相杀，真的有够猝逼啦！对比奶哥和俄国情给公相亲相爱的跳舞，他努力用破英文向女方家表达诚意。我想比我嫁女儿还难过，我嫁女儿还难过。You cry, I'm crying. Me, I'm crying better than you. You cry better than you. 真的，哭得比他还难过。I cry better.